电贝斯。他跟我们的吉他手云平呢，也组了一个乐团，爵士乐团，叫做麻将。哦，就是可见他们平常的休闲娱乐还不错。好，那这首歌曲呢？对，好，还有一位是我的爱徒猫哥在哪儿啊？猫哥来了。啊，这位猫哥他来自台大的。也是黄翔口琴乐团的团员，好，那他也是 RK 口琴乐团的团员。来，这支麦克风给你，好好用它。好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叫做《江店人社落之日》，它有一个好像也蛮难过的故事。啊，对不起，啊，又漏了，又漏了。我们还有一个鼓手，弹头先生。我在介绍阿辉的时候，我在想说我要先介绍带头，还是介绍阿辉？先阿辉好了，带头等一下，然后就忘了，对不起。带头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对他打鼓。我第一次跟他认识的时候，他打的是垃圾桶，跟阿华田的罐子。我们有一个乐团啊，叫做果冻飞船。那时候我们因为他们这个乐团的鼓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是他们的特色。然后后来，所以这次我请带头来打的是真鼓，他不用那么可怜的。那打垃圾桶也蛮可爱的，蛮好玩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这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叫《江店人社落之日》，大致上的故事哈，它是由日本的一个乐团叫 Sound Horizon 啊，这个乐团他们写的歌曲。那他们的歌曲里面都有故事。这首歌曲的故事是在讲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，女生碰到了怪物，那男生为了救这个女生呢，把怪物打败了，但是同时也被怪物伤到，所以这个男生最后会受到诅咒，所以最后会变成怪物。那这个女生就必须要亲手将这个男生。给射杀，啊，难过的故事，江边人射过之日。但是这首歌我们演奏起来可能不会很难过。OK， 好，江边人射过之日。
爱情速速前。大家都被我闪瞎了。爱情，爱情，爱用的情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们上半场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曲呢的名字呢？好，我想我先讲这首歌比较严肃一点，比较 serious。对，我昨天讲这个梗，但是 serious 没来，害我很尴尬。serious， 你们在哪里啊？嗨 ，serious， 今天人来的多了一点，还有吗？对，有哎，对，多一个，哎，那是谁啊？大明。大明，嗨。OK， 还陈 Q 在，大明在这，那上面那是陈 Q， 我居然对着陈 Q 说大明太。好 ，Serious， 为什么要介绍 Serious？Serious 是天狼星火星乐团哈。那在去年我们在新加坡吹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噩梦三部曲》。对，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面创了一个社团，叫做《噩梦之友》，大家都来问《噩梦之友》到底是什么？好，就是当初一起吹噩梦的好朋友。《噩梦三部曲》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写的一首歌，那我要先邀请。几位好朋友一起上来跟我一起共襄盛举做这首歌，一位当然就是我的偶像陈立锦。再来介绍这位是 Serious 的团长兼首席扣打手，陈彦明先生。彦明他所以他前天才刚考完他的。研究所的口试哈，所以他刚毕业是吧？恭喜你！最后一位要出场的是，也是我的偶像啊，是我的良师益友，就是我们 Judy's 口琴乐团团长庄竹迪。对，我非常感谢 Judy 这两天都第一时间就到场，昨天早上9点就到，然后今天也是1点就到哈。那对，就非常感谢 Judy 帮我很多的忙。那我们也都是有噩梦三部曲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写的，那个时候我是站总统府的宪兵啊，每天看着总统府的长长的走廊，总统府是很老旧的建筑，我都觉得这里面好像都有幽灵跑出来一样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噩梦三部曲啊。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创意很多，但是技巧不够，所以那时候写到第二部曲就卡关啊，一直到去年还前年啊，我们跟天狼星一起去比赛，然后就我才赶快把三乐章给写出来。那这首歌内容大家讲，第一乐章就是被噩梦追赶的人，他很紧张，被噩梦追，我不想做噩梦，我不想做噩梦，但是不要，对。然后第二乐章被追到了，然后第二乐章就比较安静，就是走到噩梦里面一片寂静啊，静悄悄，在总统府的夜上，很多办公室里面都没有人，黑黑的，打开门一看，哎呀，好多幽灵在飞啊，大概是那样的感觉。第三乐章不小心触动了机关，刚刚突然有一架 A 口门口的哇，字字母，对，好，那第三乐章啊，不小心碰到机关，幽灵都醒了，群魔乱舞啊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，然后突然间醒来了，噩梦三部曲。
好。